你们知道姬无业手下有多少高手吗？夜幕的四雄将。姬无业撕咬整个韩国最锋利的爪牙。皑皑血衣猴，石上翡翠虎，碧海长女妖，月下蓑衣客。听起来还颇有诗意。他们做的事情，如果算是一首诗，那必定是一首血腥无比的诗。血衣猴掌管十万兵力，翡翠虎富甲一方，军权加财力，的确已经够姬无业嚣张跋扈了。那朝女妖和蓑衣客又有什么实力？一个在深宫内廷，就隐藏在你父王的枕边，但是后宫佳丽众多，还在探查他的身份。他的话很多时候比众臣都有效。枕边香风原本就销魂蚀骨，那么这个蓑衣客，这个人是姬无业的情报网头目，负责监视朝野上下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姬无业会先知先觉。但此人最神秘莫测，隐匿极深。四兄将很对我胃口，是最佳的下酒菜。